原标题：日军战败后，一名将责问日人为何不自杀殉国，天皇的回答特别虚伪。在1945年的8月30号这天，日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这位客人的到来让日本的天皇感到十分的紧张，因为这个人的到来将对日本的局势产生极大的改变。这位客人是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，他来日本的目的是为了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家。作为纳粹德国的盟友，日本先是失去了对战争的控制权，紧接着各个盟友相继倒台，最后美国运来的两颗原子弹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原子弹爆炸之后，日本很快递交了投降书，麦克阿瑟的到来就是为了摘取胜利果实的，他在日本有绝对的权力，甚至可以罢免日本的精神领袖天皇。当然此时的日本裕仁天皇从心里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，但是不把权力交出去，说不定性命就没有了。一番权衡之下，先把性命保下来最重要。裕仁天皇表面上不敢显露任何不满，甚至对麦克阿瑟的到来表示十分的重视，早早的在东京的路上派士兵夹道欢迎，长达几十里都是持枪背对的士兵，据说这是天皇出行的最高规格。天皇为了讨好麦克阿瑟，也算是把自己高高在上摆在神坛上的架子给放下来了。麦克阿瑟住在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里，天皇为了讨好他，经常送些金银财宝，妖娆的美人也没少送，时时过问麦克阿瑟的衣食住行，以示关心，生怕怠慢了这位贵客。麦克阿瑟来日本并不是为了享受的，他要负责这个国家的一切。面对战后需要重建的日本，麦克阿瑟要解决日本民众的各种生存问题，没有什么精力回应天皇的讨好。天皇却感到很不安，觉得物质的讨好似乎没有什么作用，于是下决心亲自去大使馆拜见麦克阿瑟。麦克阿瑟对日本天皇很是不耐烦，甚至是瞧不起的。天皇在日本是民众的精神领袖，因为其在侵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，在二战胜利之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中，许多国家都希望处死天皇这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，日本当局却把保留天皇当成谈判的条件，如果不能保留天皇，将拒绝签订投降书。把自己的性命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一起，同世界谈判也只有贪生怕死的天皇做得出来吧。日本崇尚武士精神，在战争中的许多日本军人宁愿剖腹自杀，也不愿意接受投降。日军战败后，一名将麦克阿瑟责问裕仁为何不自杀殉国，为什么身为精神领袖的天皇却要在投降条件下保住自己的性命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？天皇的回答特别虚伪，当时天皇只得小心陪笑，顾左右而言他，说自己虽然是天皇，但是没有能力了，大事不由我做主，我是拒绝战争的。将责任轻松甩给将要交给军事法庭审判的人，让自己顺利脱身出来。对天皇的回答，麦克阿瑟更是瞧不上。在大使馆内，麦克阿瑟和天皇拍了一张合影，这张合影可以说是裕仁天皇的流传最广的黑历史了。麦克阿瑟高大威猛，随意的站着，反衬旁边的裕仁天皇更是矮小猥琐。这张照片一出来，引起了全世界的嘲笑。裕仁一直以来的小心讨好并不是没有用，麦克阿瑟没有杀他。虽然麦克阿瑟并不喜欢日本天皇，觉得这样没有担当的领袖其实就是国家的蛀虫，在日本期间也把天皇神秘的棉纱揭了下来，宣布了天皇是凡人的人间宣言，
但是直到他离开日本，还是没有废除天皇，甚至连日本贵族也保留了下来。天皇几年的忍辱负重，也算是有了回报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